Hello，今天我们吃个荞麦面条，这个荞麦面条非常的好吃。干嘛呀？这是变聪明了，直接就上碗了。那必须的。特别好吃，而且是零脂肪的。这是我做的。特别好，都特别好做，就是，开水下面煮2分钟就可以了。荞麦面条，黑麦粉和荞麦粉，还有水和盐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。视频下方有链接，19.9，你们收到是10包，而且咱家这个荞麦面条。它属于是零脂肪的。如果你现在处于身材管理期，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话，可以选择这个，非常好吃又筋道。19.9是10包，你们收到满满的10大包。做个拌面呀，汤面呀，还有就是卤面呀，都可以。太好吃了，今天不吃了，吃面条。你不能自己再去煮吗？非常好吃，这个我做的是葱油拌的。老婆煮的香，特别好吃啊！哇，看来是不够吃，还得再去煮一包。一定要去拍和我同款的哟。我来把它吃完，去拍和我同款的。